觉得我妈妈是受害者。美军来台湾，台湾这些妇人跟小孩都受害者。今天就把那个阿忠的妈妈，也是尸体也是放这里，就给你带领一下去雪山天地。哎，没有，他的外号就是肯德基。肯德基也是你在讲。其实从头到尾，我就是认为说我不是台湾人，我是美国人。这个很两难。我在这边长大，我吃的是白米饭，我讲的是国语，讲的是台语。那你说呢？你要去认同他什么？那一只进口的，一直被这个台湾的这语给他欺负到他死掉。